大家好，我是琪娟。那在8月7号的时候会有一个音乐分享会，那欢迎大家来新竹的鹿鼻音乐来听我的音乐分享。作曲，然后也会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演奏家的曲目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前来一起度过一个开心的下午。Thank you.